家安静一下。欢迎大家，感谢大家在周五的晚上来到星梦剧院观看 SNH48 Team N2 年后第一场应许之地公演。接下来，请大家跟我一起安可路一个座，安可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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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安可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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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从我开始记事的时候，这首歌就一直在我脑海里。这是传颂了几百年的十洲歌谣，想家的时候，总是不由自主地哼起这首歌。不知道现在十洲是否也在唱呢？
天际最后一束余光悄然洒落，很定距离的仰望，等下个相思身影经过，指缝最后一束余光悄然洒落，在看不到的地方交错，睡梦之后虚无尽的寂寞，孤单不过是故作的洒脱，逞强吧成真吧，不想再被忽略的话，追寻着心愿的自己，无数虚幻的向往飞奔而去，曾被黑暗淹没，请听从工作人员的指示，依次退场，三二一。